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甲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丁人哦，用半年的时间，甲国内有两岸背景的退休官员甲学者讨论，准备要伫27号提出两岸关系新主张。发言人淡江大学教授张五岳表示，新的主张不是要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是希望各界使尊重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提出新的完整的主张，嘛创造两岸未来互动对话的可能性。对服务到其他会学问，开设的两岸议题，国内总是争议不断，佮引起朝野的对立，甚至民间大规模的抗争。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要联合发起超越蓝绿的两岸新主张，整合真侪两岸背景的社经官员佮学者的经验佮意见，希望提供台湾另外一款两岸新思维。红蓝绿三方各自现在提出来政策，当然各自有所支持，但是三方也各自有所疑虑。大家需不需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是提供大家更多的解决问题、追求共识、化解对立一个基础。发言人淡江大学教授张五岳表示，两岸活动27天，台湾也经过两届政党轮替，第一当看到的未来，两岸关系一定会进入深水区。不过两岸议题复杂又敏感，新主张不是一个特定的民俗，真正是一中两国这款对等解说。另外也希望各界尊重两岸分治60天的政治现实，两岸才能有进一步对话空间。大家都一致认为，一个分裂的台湾，一个蓝绿无法互动的台湾，是完全没有未来可言的。两岸关系发展也到达一定的所谓深水区的，那究竟台湾内部的民主深化能不能作为两岸关系互动和平稳定的主要的基础？张五岳讲，希望借此会当引起更多人思考两岸关系的新思维，和台湾内部的民主以及朝野寻求的沟通和解，会当帮助两岸后一阶段的发展，找出新的，嘛更加让大众接受的互动模式。记者小桂俊林台北报道。